刚跑的太厉害了，我那个铜脚太重了，然后天气太热了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哎呀中暑了，我都快。没事没事，你最咋了？我热，你快把这个放进去，你看我手都没了。对，你怎么毒成这样了？你看你好惨。不好意思，我中毒了。你听我说啊，海超，不是你听我说，湖南台呢，你经常上。 对吧？你湖南台十几年了，我湖南台我10年里面我这是第一次才上湖南台，对吧？你也知道的，我日子比你苦，所以你就忍耐一下，好不好？海涛，不好意思，我真的为难你了。<笑>老师，哎呦，我不行了，神经病。海涛，都是我不好，兄弟，坑了你了。啊，没事，坑了你了，半个小时啊，恢复正常，恢复正常，像男人一样的活着 ，OK？ 放心吧。哎，这样，那个，这是我的拳套，然后如果有猎人，你就可以拿它打他。 是吗？海涛，我这么坑你，你还给我这个？不说了，我们是什么兄弟吗？你小心点，注意安全啊！好好好，太够意思了。给了他个拳套，我也算舒服一点。